加入手机号码后，两位是结婚年龄。通知了，通知了。由于全球人口单身过多，经过多轮投票，现在决定结婚年龄由电话号码后两位来决定。啥啥？结婚年龄由电话号码后两位决定？我得回去看看，我的电话号码后两位是什么数字？我找找看，找找看。哎呀，我的电话号码在哪儿呢？哎，儿子，你在干嘛呢？找啥呀？爸爸，我的电话号码，电话号码。儿子，你没有电话呀？啊，我没有电话号码，那我怎么看我电话号码后两位数字是什么呀？为什么看电话号码后两位数字？爸爸，我想看看我啥时候能结婚。天天的不好好学习还想着结婚呢，你还是未成年。老爸刚刚通知说电话号码后面两位是我的结婚年龄。什么？你确定不是拿电话号码去找助务呢？不是的，是真的。你等着，我出去看看。哎呀，儿子还真是呢，我还错怪你了。等着，爸，你快看看是多少岁呀？电话号码后两位是99。我的天！爸爸，你快醒醒呀！哎呀，原来是在做梦呀！还好，还好。你不是在做梦，你是被吓晕了。什么？宝宝们，你们电话号码后两位是什么数字呢？你们是多少岁结婚啊？在评论区告诉我吧。瞧一瞧，看一看了。本店专营各种补习小吃，科目丰富，包吃包回啊。老板，我儿子今年刚上初中，吃点什么科目好呀？这得看他哪方面需要补习了。要我看，他除了体育都得补习。老爸，都是男人，能不能给我留点面子？就知道要面子，考不上高中你就傻眼了。老板，我看看点课单都有啥好课。这季度咱新推出了几样招牌课，数学炒英语，物理拌化学，左流生物，再来上一碗焖语文，那叫一个高效，吃过的学生都说好。那就先来你说的这几样吧。老爸，他这课看上去都不太新鲜呀，卖相也不怎么样。你就别挑三拣四的了，那些补习大饭店咱学不起，咱就点这路边摊，不然你就等着不及格吧。不，这个左六生物也太酸了吧，语文也没有做熟，里面的字都没有拼音，数学公式怎么都是英语字母，我本来英语就差，我的天啊，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。要不说你基础差，还是学的太少。老板，再来一份体育高汤给他提提神。好嘞。儿子，你怎么了？爸爸，床前明月123，喝了细胞二氧化碳。宝宝们，你们以前补课经常补的是哪一科？老板，听说现在买东西可以选择粉丝支付了。没错，而且只有你想不到，没有你买不到哦。真的吗？那我要一台有10万个游戏的超级游戏机。没问题，请支付粉丝10万粉丝。好了，我现在有50万粉丝，可以买50台游戏机。10万粉丝支付成功。让我看看还有什么好东西。哇塞，好大一个变形金刚，这个多少钱啊？这是咱们仿真度最高的变形金刚，价值20000粉丝。虽然有点贵，但是男人就要对自己狠一点，我要了。恭喜你，由于消费粉丝数超过20000，你现在可以浏览咱们的 VIP 商品了。居然还有倚天剑和屠龙刀，还有火箭炮等等，这辆保时捷多少钱？我要了。不好意思，这辆保时捷上周已经被人预定了。我不管，他出多少粉丝，我可以出更高。上周那位先生的出价是20万粉丝。你等等，我这就去想办法。哎，老爸，你来得正好，我想找你借20万粉丝。臭小子，你这狮子大开口啊，干什么要这么多粉丝？嘿嘿，我想买那辆超帅的保时捷。我看你像保时捷，小孩子家家哪里需要这么贵重的跑车？再说粉丝都是咱们的衣食父母，你在消费的时候必须要慎重，该买的买，不该买的绝对不买。那老爸，等我有100万粉丝的时候，是不是就可以买了？那也不行。为什么呀？因为这辆保时捷是我订的。王小呆，我买了点零食，一起吃吧。太好了，感谢感谢。喂，肥肥，你为什么要吃这么快？你不知道吗？零食的保质期只有30秒了，不抓紧吃，钱就白花了。什么？你干嘛不早说？哎，紧赶慢赶，还是浪费了一包辣条，肯定不能吃了。哎呦，可跑死我了，还好没迟到。玉树临风，你怎么又来晚了？这能怪我吗？我老妈忘了叫我起床，我一路狂奔才没迟到，饭都没吃，饿死我了。哎，这是谁的辣条？我先吃一口啊。别，这是我2分钟前买的，早就过了30秒保质期了。呸呸呸，你怎么不早说，这一会拉肚子可怎么办？玉树临风，你看上去脸色不太好，是哪里不舒服吗？老师，我吃了带过期的辣条，不行了，老师，我得赶紧去厕所。王小呆，一会帮我送点纸过来啊。哎，跟大家说了多少次了，千万注意食物的保质期，30秒内必须吃完。
噗，这水怎么是臭的？老师，这瓶水好像是昨天您上课带来的。哎呦，我这个脑子不行了，我也得去厕所。王小呆，一会送手指的时候记得给我也带一份。加入上课可以成会员。同学们，今天咱们继续讲上次的题目。哎哎哎，王小呆，你要干什么去？老师，我要去上厕所。你课间干什么去了？现在是上课时间，不能上厕所。老师，我可是超级会员，应该享有上课开小差的权利。呵呵，不好意思，小呆同学，你的这张超级会员卡是英语课的，我这是数学课，用不了哦。什么？会员还有科目的区别？我在教导主任那充钱的时候，他竟然没有告诉我。你们不要说话好不好？我睡不着觉。西施肥肥，谁允许你在课上睡觉的？不好意思老师，我是咱们年级的白金会员，而且是全科目的哦，随时随地都可自由安排时间。好吧好吧，你接着睡吧，咱们都出去上体育课吧。男生打篮球，女生跳皮筋，多好。艺术林峰，你一直在吃东西，现在还想把数学课换成体育课。老师，我可是学校的钻石年费会员。钻石年费？你小子又在胡编乱造吧，咱们学校哪有这么离谱的会员？别人是没有，但是我老爸是学校的终身荣誉会员，所以我想要啥会员就有啥会员。我的天啊，这都是一群什么孩子。宝宝们，假如你在公司或者学校，你希望是什么会员？铁牛，你快回来，咱们的儿子出生了。真的？我现在立刻就往家里赶。妈妈，你在和谁打电话呀？哎呀，这一转眼儿子就长这么大了，我刚刚在和你爸爸打电话。爸爸现在在哪呢？不管他了，你得赶紧学习，这是从小学到大学所有的书，20秒内赶紧看完。这也太难了吧，你是我亲妈妈。倒计时结束，现在赶紧换衣服，这是你爸的西装。为什么要穿西装呀？出门找工作呀，顺便找个女朋友，2分钟内领证结婚。这也太着急了吧，再说我上哪去找女朋友呀？那我可帮不了你，加油吧，别一不小心成了光棍。那我还等不等我爸呀？看你们父子的缘分吧，能碰上就碰上，碰不上我就给你发张他的照片。那我结婚你们还来不来？想什么呢，我和你爸的抓紧退休养老了，我们还打算去隔壁小区旅游一趟，你结婚给我们打个电话就完了。好吧，那我这就走了。老爸。儿子，你都长这么大了，哎，爸爸还是跑得太慢了，你这是要干什么去？我已经读完大学的书了，我妈要我现在去找工作，再顺便找个女朋友。那就赶紧去吧，这事可耽误不得。老爸，你不指导我一下吗？我可没有时间，我得抓紧回去陪你老妈旅游。自求多福吧儿子。同学们，今天体育老师有点事，我来替他上课。好烦呀，体育老师又有事，这一个学期他至少请了100天的假，难道他工资都不要了吗？别傻了，体育老师又没有事，还不是其他老师说了算。别着急，看我的。你能有啥好办法？嘿嘿，你别忘了，今天轮到我当校长了。艺术林峰，上课时间，你怎么还站着？老师，这节课就应该上体育课，你可以回去了。我说你，哎呀，不好意思，今天您是校长，看我这记性。知道就好，不光今天上体育课，你这学期的课都可以不上了，单周换成体育课，双周换成游戏课，再给同学们一人配一部游戏机。校长，我不上课，工资还拿不拿呀？你放心，只要你听指挥，老老实实坐在办公室，工资可以照拿。哇塞，校长英明，我早就想这样了，拜拜喽。保密哥的艺术林峰，你真帅。小意思，王小呆，咱们这么多年同学，我必须罩着你，说还有啥要求我都帮你实现。咱们的作业太多了，能不能减少一点？每天上课6点半就要起床，困得要死，能不能多睡一回？哎呀，太麻烦了，直接向全校广播，从明天开始全校放假，先放个5年，等大家休息得差不多了再开学。太爽了，回家睡觉去了。